今天我们要打开这个，我要打开胶布。哇，好大张哦，对吧？手好油，撕开了。好，我们不知道他怎么玩呢。我知道。下面怎么玩？我来跟你说一句话。来，是粘线哦。是在这上面玩了吗？对，在上面粘线，我要先粘线才能来给他涂颜色。好，我看看你怎么粘线。没办法。